台北市松山区的高员工拎着一度前往宜兰进香。那今天是我们进香回来的时候，那就要在进庙前做一些民俗表演。啊，你是说是招员工一年一度的进香活动啊，回来了，所以做表演是吗？哦，去哪里进香啊？宜兰啊。哦，去宜兰哦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听说有什么有什么神是不是？没关系。那有些什么有些什么神明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？我们招员工的主神是中坛元帅摩诃三太子。哦，中坛元帅跟摩诃三太子啊。这位是什么神？就是摩诃三太子啊。哦，这中坛元帅。这一位就是中坛元